觉得很有趣，还在慢慢熟悉跟习惯当中。对，那没有觉得谁让你觉得反差最大？怎么这么好笑？怎么这种奇诡异的笑声？哎、我觉得反差最大是真的是江宏杰，因为我真的是傻爆眼，傻爆眼，他所有的表现都让我惊讶到不行。因为其实其他原班人马的表现我都看过嘛，然后我就觉得知道大家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。那现场就只有 level 更高而已嘛，就是更夸张、更激动，或者是氛围感更强。但是第一次看到江宏杰上游戏型的节目，然后就觉得哇，他经纪人怎么会让他接？对，然后他真的非常完全没有偶像包袱，完全没有偶像包袱在谁身上？我想一下，在大概只有我吧，大概在我身上，大家都没有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有。然后就是对小姐的表现真的很猛烈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阿威是出乎意料的非常会玩，我们都叫他那个阿威过关好威，他非常会过关这样。那少伟觉得 Sandy 加入之后，对他的印象，我就坐在旁边呢，对，这样很难回答。不会，我觉得他应该很快会跟我们一样，就是他不会像老师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一群人他厉害的地方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不用花太长的时间相处，你只要跟他们路过一集，很快就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合理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群人厉害的是。就是摧毁一个人，摧毁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跟肯定。对，而且真的是非常快，速度非常快，所以他们的加入应该很快的就可以被这个氛围感染。所以这回归薪水有涨吗？你要逐一回答。对啊，那个啊，有吗？纳豆有涨吗？因为毕竟你没有。啊！你不要露出哀怨的表情。没有涨哎，都大病一场回来还没有涨。对啊，没有多一点医药费吗？对啊，是不是应该组制作保险？保险在这里。有加保吗？保险。加保，对啊，加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家就是他最好的保护了啦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都会看他的状况啊，去调整那个关卡难易度。你是看没有？你是利用他的状况去调整。对啊，我们会设计稍微难一点，那他自己评估过不了，我们说，那你加钱，我们让你过这样子。真的有你过不了的，有吗？没有，都 OK。所以你现在体力上面。会有落差，跟以前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这些问题我生完之后，他们也有问我。哦，你恢复都差不多了吗？体力上都负荷得了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OK， 有加钱没有加钱？开销不变大，有开销变好大。不知道为什么生完要加钱？对啊，生小孩很辛苦哎、你现在得罪所有广大的妈妈，你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现在戴墨镜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因为我们认不出你是谁吗？我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，那当然我就觉得我跟我有关系啊。那你的小孩又不是？我们生的对，可是你这个人没有对，因为嘉欣一向是少伟哥最关心的，对，那你去生一个你生一个我现在都在认领啊，你去认领认养一个啦，毕竟物资不发达，对不对？需要一点时间啦，所以我们已经打消嘉欣的念头。那都现在回诊状况都 OK 啊，大概多久？3个月。3个月，但就是生活都一切如常。对啊。吃呢？吃更多，感觉像在咨询，对不对？营养师啊，最近吃正常吗？他最近的愿望是希望依依多爱他一点。你要问他有点担心。豆哥睡过夜了吗？睡过夜了。是。我会三个钟头会醒来一次。他现在还要拍嗝，会有夜尿的。还要拍你，不要害他又复发了。不会了。今年有结婚的打算。看明年有没有机会。有，今年一月，现在新的这一年，这一年，今年就是今年啦。看有没有机会，为什么？哦耶！看有没有机会，不知道。有要求婚了吗？啊？求婚？还没。有在规划了吗？有想，可能。
但不能讲。啊，就讲嘛。对啊，对啊。不能讲啊，不能讲。那他已经讲今年已经很不错。你就写 to be continue。哇，干嘛弄英文？要讲英文？突然难呢，全部人都好像 continue to be， 突然难听。哎，那这周，哎，下周六大选。投票吗？还好嘛，选举。不知道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讲政治的东西，谢谢。那张丽，要不要讲一下？刚刚说你反差很大，可能你之前有事故的感觉，就是你说你怕高，然后还有什么有些怕惧怕的地方，然后你还自己讲不出来。但这个节目最会就是对针对的，针对的。他现在自己没有，我现在讲假的话了，我现在说谎。我在说谎，就是怕高啊。他超好笑，你看他连骗人都感觉很浅，有没有？很像隔壁小孩跟你说：“哎，我不会啊，我怕高啊。”那你真的说不了谎？那你最怕什么？最怕钱？对，我最怕钱。好害怕。逼人这样，好笑哦！最怕钱，居然就怕团宠团宠。那张立东现在就是台视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是你的节目。东哥，东哥啦，他是东哥。是休息说，三国志是孕育我最好的一个园地。对，但我们这里是，我们这是全员啊，对，然后他才会后来有全员请上车。你现在节目比分底多。嗯，怎么可能？没有啦，收入是大家最高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你现在几个节目？不要在少爷哥面前谈收入。对啊，很心酸哎。对对对 ，OK， 不要偷跟大家一起，对不对？几个节目可以讲吗？几个节目就两个而已啊，加这个两个。没有不止吧？不止吧？不止吧？怎么样？你觉得不会播是不是啦？你干嘛说谎啊？为什么说谎？我在教小杰啊！我教小杰，我就来查，是不是？跟这种人学说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他表情真的很夸张。你就讲你做四个嘛，四个节目，对啊，你就说有三个是义演呐。哦啊，对，那个我的频道很符合今年。冬龙年咚咚隆咚锵，希望大家那五个，那是网路不算，网路节网路不算，都算啊，都是节目啊。谢谢谢谢，欢迎你们都来参加那个节目。骗人的只有邀请美女，不是？对啊，不是，你不是有邀请我去也没有啊。但我们会评估一些健康状况。健康状况，因为我高血压的，所以。那小杰，今年过年会团圆吗？团圆，团圆，在我们在台视团圆，对啊，我们会一起，我们就是对啊，会团圆，家人部分，我们就是他们的家人。对，就小杰说，我都叫小明爸爸，我都叫小明爸爸，爸，我要零用钱。天哪，这还没有任何进度。以节目为主啦，对，我们这一节目大家都在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我们好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穿的那么粉红，那么可爱，什么鬼故事我都讲哎，我包袱好重啊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仿我？那我今年呢，就是没有人在乎，对，没有人在乎，因为嫁了，小孩也生完了，就这样无聊死了。实在是有够无聊。就是要生二胎吗？哦，糟糕！哎，江宏杰，你赶快回答，快点。哎，搞什么啦？自己的洞自己填。好不好？还要我来？奇怪哎、欸！我先把一个养好啦，先养好一个就好了。养两个很辛苦哎、欸，对不对？阿威，丢过去，丢过去，养两个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少交接两个。离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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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自己养两个还好啦。外面的我不知道了。你可以跟，我应该不需要扛成这样吧？这才是友情，真的，义气，对啊。而且人多哦，光是抛皮球可以抛个十分钟。大家都是。那好评。什么？关心一下焦哥。啊，平常都会关心啊。最近一次元旦之后有关心吗？一直都会有关心啊。那他还好。嗯，就还好。他比较关心是焦哥丢出来的工作，然后就是跟我讲的一样，你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年尾牙还 OK 还 OK， 几场我真的没数，我倒数不出来。他刚才跟我分享已经接到明年春酒，对，可以啊，明年啊，农历年春酒，好厉害哦！我们专注在当下，所以大概几场？
不是因为真的，我就是他数不多到数不出来啊。我就看今天的这样子，他说房贷都靠他了啦。对，大概有十，应该有个十几场。哇、哦，很好啊。有抓交割的一半，都是台式的栽培啦，台式的栽培。他不用养小孩，但他可能想要养交割之类。那交割给你什么指点吗？什么什么指点？指点喂鸭的没有，应该只是给他一些指指点点吧。黄好品哦，黄好品哦。还好啦，我先指指点点而已。你这是不是是死亡笔记本吗？好恐怖，全部都写下了。没有人想关心的感觉。不会啦，少伟哥啦，少伟哥，他都还是觉得应该是男生吧。交关你的镜像。对啊，记得他第一次约会在那个彩虹桥下车，桃园那边。对啊，我们要说他是男的吧？第一次约会也确实是趁着《三国志》刚好停在桃园的时候去找他玩的。哦，所以《三国志》也算是牵起我们感情之间重要的桥梁。哎、欸，你们手没在动哦。是。很明显的，因为有的男生挑食的，哎，你双手，哇，你假装丢下来，怎么这样？而且还录影，还把它按掉。我们都看到有几台都没有红灯的，对啊，抓抓到抓，浪费记忆体是不是？想要救一下，省什么记忆体？今年过年会团圆吗？哇塞！我就把江宏杰当成我姐姐啊，我跟她团圆了。天哪！我的血压也变好高，好好痛。江杰会不会怕那个形象反差太大，以后回不去那个专业国手的形象？不会，不会啊！有人说我们这边有专业国手。对啊，我们也有专业国手，国家代表队走的，只是把球队过。搞垮了！小杰，你看清楚哦，回不去了吧？就是有你，他才担心呢、啊。没有人记得，没有人记得。你真的要惜福啊！我那时候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不好好打球？之前也在想，他现在也跟你一样瘦。对啊，而且那时候还没有痛风哦。六年下来，你看便当吃多少？好笑。森尼，那之前你这么疯，你当初什么勇气会敢加入这个节目？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想的太简单了。那因为就是很认真想说，哦，对啊，就是主持人，然后就是大家开心的玩，他们也就跟我说很轻松，很自然这样。然后我就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第一天录完影之后，我就回家跟经纪人说。当时他们有说，就是会有这么大声的状况吗？因为我真的听不到大家讲话，真正的完全听不到哎、欸，而且是从我他们都平常就这样安安静静，然后录影，好录影，然后录影就录影，五四三，然后全部这样开始大叫，然后超级大声，很像600个 kid。全部摆在一起，超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立刻拿轰天雷出来，6960一组两颗，然后就两个这样，对，真的很需要哎、欸。原来我爸这么有先见之明，他知道有一天我会主持《全员请上车》，所以就设计了一个轰天雷。对，然后哇，我真的是有一次录影，刚好我又感冒，我真的是全程拿着轰天雷讲话才有办法主持，不然没有人要听我讲话，真的没有。对，所以。蛮不一样的挑战，但我终于有那种团体生活的感觉。那你毕竟是得奖常客啊，有信心把这个节目带到得奖？重点来了，对、嗯、对不对？对、啊，我们也希望你一句话。好了，没信心，我知道。我这还在想啦，没信心。对，我对大家有信心，对我自己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没有主持过这种的，很这种的是什么？没有主持过那个游戏节目啦，所以其实很紧张，还在抓那个 tempo， 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了，所以其实应该是大家一起啦，不会只是我而已。是不是有跟爸爸有对答到吗？是什么东西会对答到节目有吗？这个节目应该如果是报奖的话，那个类别应该会是同一个类别。那个时段有答到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八点，所以是打瓜哥就对了。喂，什么东西？我没有，是吗？是瓜哥的时间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啊啊、哦，真的吗？没事啊，瓜哥又没有在怕我们。他现在有可能来这节目吗？宪哥有可能来这个节目吗？
哎呦，亲戚也在那里。哎呦，虽然会让大家就是觉得哦，但路西派来的几率比较高。可以帮你好好教训。对，真的，拜托你们，拜托你们。他如果哪一天惹怒你，你就把他请过来，你就把他弄。对对，對来，然后就是哦，这次玩游戏，第一关打脚底，第二关打脚底，第三关打脸，然后一路玩到。人家这样回去会不会就忘记怎么煮牛肉面？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那人家牛肉面卖那么多年，还不是没有他？对啊，好怪。现在有要有进度了吗？牛肉面？就已经正常的在卖啦，对对对对。台南那个也是，哎，台南的还没，因为那个整栋楼重新装潢装修，对对对，还没有开始，对，嗯，很快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，嗯。不想听，对对，不要，他们要聊牛肉面，对，他们要，而且又关机又关机，好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你有没有料理包？一个人送一包，他这就开机了，还没走，快好，快，来开机，开机，开机，对啊，会送料理包哦，对，帮我们按赞哦，订阅小铃铛，好，谢谢，全员请上车。哦，全员停上车，拜托帮我们写，谢谢，哎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各位，对啊，竟然龙年了，好快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